礼物套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他这样贸然进去合适吗？还不是因为陆晋不住紫荆了，见不着就想呗，非要送什么惊喜？别人惊吓就好，老板知道我私自给您放进去，一定砍死我。我喝有点不太适合了。 我家太大了，我找了2圈才找到你。陆总，你是叫了外卖的，给你送蛋糕吗？我的介绍。这位是紫荆非常优秀的厨师，他是我的副手黎曼。你好啊。你好啊。原来是代表酒店来送蛋糕的，你等一下啊。蛋糕给我就可以了，谢谢啊。 这么久没出来，他俩应该是成了吧？哎呀，他俩最好是成了。你俩不是发小吗？平时你不还能说他两句吗？怎么还怕上了？他做错了，我说他，他又没做错，人家就谈个恋爱，我为什么要说人家？哎，我们家楠楠呀，靠的是99%的努力和99%的幸运，一般人只能羡慕，无法复制。哎呀，佩服。 这位同事，你要是有什么问题，就赶紧说吧。如果陆总不好出面帮你解决的，我也可以帮你解决。楼道的感应灯灭了。嗯。那个，我确实是。 代表紫荆酒店全体后厨员工来给陆总送祝福的，祝陆总鸿福齐天，子孙满堂，乐哉乐哉。哎，你等一下。陆晋，忘了告诉你了，郑总让你给他回个视频电话，他有急事找你。好。 行了行了，你哭一路了，就这么两滴眼泪，快点的，消停点儿，小一点，有事儿说事儿。说，我今天晚上要离开你，一个女的，女的，跟他睡了。 那倒没有吧，那没什么的，女人很正常的呀。那比那严重的，我看到陆晋吃了那个女人给他做的饭。顾老师，顾老师，顾老师，我们没太听明白，哪来的女的做什么饭？叫什么？曼黎？什么玩意儿？黎曼，这人那不是一般的女人，那是我们集团副总。 我觉得其实是逼人有点气质。楠楠，那个姓黎的怎么逼你了？嗯，他以为我是给酒店送祝福的，还给我拿了个红包，非要带着个红包往酒店。哎妈，这么什么黎曼不黎曼？这个女人来苏海干什么？ 来苏海为什么你不知道？啊？为什么你不知道？你传递半天这么多信息，到底什么意思呀？什么意思？不是，其实这个李总早就来苏海了。
啊，然后他跟着我们陆总一块儿出差去的涿州，但是给我打电话也没说什么要回珠海。原来是你刚的面！不是，我身不由己。叛徒！关键是人家在一块儿都认识十几年了，我才跟了陆总几年，但是我可以保证啊，这几年绝对没事。那前几年呢？前几年我就不知道了，但是我知道，他是我们董事长钦点的最中意的人。我想去的，我想去的，我看见，我看见，我心情很难，我的牛的。汤没什么，汤哪儿都能喝到汤。你懂什么？那个女巫她，我现在怎么给你跟其他女人？我的女巫她。行了，楠楠，你回本了，就这点钱，给你俩月工资呢。哎呀！哎呀！哎，这孩子，哎呀，别跟钱过，你放了我来。看上去很香啊。你时间来的刚刚好，我看你今天一天都没怎么吃东西，特意给你做的。霍灵顿牛排。没错。嗯。配料了吗？没有啊，做法都跟以前一模一样。今天不太饿。可能因为工作太累了吧。嗯。那，要不然你吃点甜品，还有酒店送来的蛋糕呢。有兴趣吗？可以。是吧？这个啊，不，乌龟的意思就是祝我长寿。